们两个一会儿去门外守着，其他人给我进去，大家要提高警惕啊。阿成，是。哎，看仓库的黎叔到哪儿去了？我也没看见。去开门吧。是。分头行动。是是。1938年，上海全面沦陷之后，日军及汪伪政府的特务机构对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进行了大肆破坏。上海通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运输线遭受了重创。受苏北新四军派遣，陆天红乘坐日本经天津的客轮前往上海，营救被捕的战友陈炳霞。お嬢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これは珍しい。どうぞ収めていい。あなたは日本人ですか？いえ、中国人です。東京に留学していた。先生的日语说得这么好，我以为先生是日本人。小姐的汉语说得也很好。哎，先生认识这只簪子吗？啊，这只簪花是中国清代同治年间的工艺品。先生真有眼光，这的确是件古董。先生是古董收藏家。嗯，我只是个生意人，平时喜欢古董，收藏家谈不上。
小姐，你配上这只簪花真的非常好看。谢谢先生，再见。再见。林梅，来干一杯。祝贺你们特别行动科这次一举破获了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线。这次行动之前没有请示，请您谅解。林梅啊，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把行动科科长的重任交给你。您过奖了。我知道我所做的和您所期望的还有很大的差距。哎，不急。这一次我们得到了重要的情报，富商陆博文准备将一批药品交给苏北的新四军，我们提前在他的药品仓库设伏，击毙了陆博文及几名新四军的交通员，抓获了共产党地下交通线上海地区的负责人陈冰霞，缴获了他们的全部药品，只可惜还是让一个交通员跑掉了。你们要顺藤摸瓜，借此机会将新四军地下交通线一网打尽。老师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很好，我听说这次行动中被击毙的陆博文是你们行动科副科长陆天雄的父亲，这个人可靠吗？您放心，绝对可靠。我非常奇怪，陆天雄作为陆博文的长子，他的爸爸长期与新四军接触，他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据我了解，他们父子的关系一直都不好。陆博文一向对为我们工作的陆副科长持有偏见，不让他参与家里的生意。有段时间，他父亲甚至还将他赶出了家门，所以陆副科长对他父亲的事情一无所知。为了保密，我们这次的行动还刻意回避了。你出来干嘛？真是的，无论我怎么逗他、劝他、哄他，半天了连句话都不说，就不如自己喝酒。我走了啊！别呀、他要是高兴，我还用求你来陪他喝酒？你想想，要是你爹没了，你能高兴起来吗？让你再乱说话！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实在是没招了。雪红，没招也得给我想出招来。你想想，他父亲被自己的手下给杀了，他得有多难受？他怎么回家跟他的弟弟妹妹交代？他也是我大哥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能混到今天都是你这大哥一手栽培的。行吧，我再想想办法吧。这就对了，快进去吧，回头啊我到永安百货给你订一身旗袍啊。就你嘴甜，快去吧。
陆天雄，他很喜欢你呀。战争时期，我不想讨论个人感情问题。那我建议你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一点，将他牢牢地控制在你的手里。现在这个时候，你更要给他一点安慰，懂吗？明白。小姐，船呢快靠岸了，你呀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该走了啊。妈妈，妈妈你怎么了？老爷，妈妈，妈妈你怎么了？这次啊，日本人来，他们。他们就是想啊，想要得到那件国宝，你把它给拿出来，带上它去上海。如燕，你要答应阿妈，绝不能让这个宝贝流到日本人的手里。阿妈，女儿答应你。不会吗，老爷？我就把三哥哥托付给你了，你陪他一起去上海。老爷，你放心吧，我会把格格照顾好的。小姐，小姐，哦，啊，东西呢？那个东西放哪了？哦，在我箱子里，在船舱里呢。哎呦，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放在船舱里呢？赶紧把它拿过来吧。哎。那我去拿去。嗯。小姐，你看，东西就在里面，都好好的。慧妈，我还是觉得你拿着比较好，你这年纪拿着不引人注意。哎呦，我的小姐呀，你到底有没有准主意啊？你要是让我拎着，那我就不拿着它走来走去了呀。我这不是为了安全吗？还是你拿着吧。哎，那好吧，拿着东西咱们走吧。啊。哎，小姐。我到船舱去拿包裹去，你等着啊。站着。为什么拿别人东西？这位先生，你说话可要讲证据。把东西还给人家。把箱子放下。哎，我们箱子呢？啊？哦，刚才还在这儿啊。哎，小姐，你看，这是我们的箱子，怎么在你手里？嗨，真看不出来呀，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还是个贼呀你。好，好一个大胆的贼呀，竟敢偷本姑娘的东西。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谁，我今天非要给你点颜色。哎，这姑娘看着人还不错，咱不讲理了，随便冤枉人。你偷我们的东西，这要是在北平，我早就把你抓到大牢里去了。行了，你们别闹了，东西也还给你们了，赶紧下船吧。不能让他走，还想找你。怎么回事？放开我可以吗？厂长，出去。
哎，怎么回事？这个人是小偷，他要偷我们的东西。警察さん、こうです。彼女たちの箱を泥棒に盗まれた。私は戻ってきて、しかし破壊されて泥棒。どうか私の日本を。いえいえ、まさか日本人は泥棒だ。この方、心情ではありません。お前はきっと泥棒じゃない。どうぞ。不能走！不要以为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日本人了不起啊，可以随便偷人东西啊！你们这些做警察的是干嘛用的？哎，这位小姐，我看这位先生不像个小偷，我倒是怀疑你是干什么的。这箱子里装什么东西？打开来，给我检查。没事了，什么小偷不小偷的，没事了。哎，我们赶紧下船去。慢着，有没有搞错？你们今天在这吵吵闹闹的，一句话讲算了啊？你以为我是干什么的？你们家佣人啊？啊？长官，别生气，我这里面就几件破衣服。不行，今天必须得检查，要不然箱子和人通通带走。もういいよ。彼女たちに解放していいよ。算了啊，今天看在日本人面子上，放过你们，赶紧走吧。都走，散开，散开，散散散。什么人啊这是？小姐，哟，挺能喝的，能把他喝成这样。我可没这本事，我就是受他兄弟之托，临时当个陪酒的，不过陪的也不怎么样。陆科长，这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你现在可以走了。好啊，那你接着陪。哪来那么多废话？哎呀，我这帮忙还帮出事儿来了，本来也是嘛。陆科长心情不好，关我什么事儿啊？把嘴闭上，不然我现在就把你嘴缝上。来了，来，给我喝一杯。陆天雄，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让我瞧不起你。可以看不起我，全天下都可以看不起你，连我自己的亲爹都保不住，我他妈都看不起我自己。我说过，这就是战争，战争中每天都会死人。每天都会有人死了亲爹，死了亲妈，可这世界呢？它不会因此停止一秒，它仍然会继续。我他妈知道，战争中每天都会死人，可你看看大街上，照样是歌舞升平，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偏偏赶上我死了亲爹？我他妈讨厌这战争。好，你可以逃避一切，但你的弟弟妹妹们。他们能逃得了吗？你说，天雄，正是你现在坐在副科长的位置，加上我在日本人面前替你极力遮掩这件事。才没有牵连到你的家人，你要想一想，你的父亲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多替活着的人打算，你要赶快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我需要你。我这么做。这一切何尝不是为了你？我懂。来，为了未来，干了这杯。为了过去，干了这杯。
先生，先生，先生，请问您贵姓？您贵姓？谢谢陆先生在船上的照顾，我叫加代子，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你好，请问您是吉田教授的夫人对吗？我是加代子，多谢关照。您真是太客气了，您一路辛苦了。非常感谢，给您添麻烦了。您请上车，我送您去下榻的惠中饭店。阿燕，来来来来来来，阿燕，起来起来，我给你擦擦汗，擦擦汗啊！走开！不是，我给你擦擦汗，全是汗。自己来。你还为你爹的事难过呢？你爹也是，放着好好的曹邦不打理，非要和日本人斗，这才死在他们人手上。现在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别老想着报仇、啊。你闭嘴！你还怪我呢？我这是为你好，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用不着你管。让你弄的假请帖做好了吗？请帖是做好了，不过你跟我说实话，你们是不是想在宴会上找日本人麻烦？那我劝你还是别干了，别仇没报成再把自己给搭上。你滚，滚啊！不是，阿燕，就你手里边几个人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呢？哎，你还是跟我到乡下避避风头吧。走开！哎，阿燕，我求你了，别天天想着报仇了。你怕的话就滚一边去。不是阿燕，我不是怕，你万一要出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躲远点！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啊？不，哎呀，那，哎呦，哎呀，哎，哎呀，啊，哎呀，哎呀，阿燕，这，慧妈，这走了半天了，哪有什么下府呀？按地址来看，应该就是那儿啊。哦，可这不是一片废墟吗？这地址对吗？格格，小姐，这地址啊是从贝勒爷书房找出来的，一定是这儿，没错。那怎么成这样了？咱们去哪儿找这个人呢？小姐别着急啊。能不着急吗？慧妈，我累了，我要歇会儿。哎哎，小姐等一下啊。哎，坐下。哎，小姐，要不你在这儿先歇着，我呀到前面去打听打听去。你去吧，快点回来。哎哎，小姐，这东西你可要看好了，别再丢了，这可是贝勒爷用命换来的。我知道了，快去快回。哎，我去了啊。陆爷，你把那箱宝贝拿出来，带上它去上海找夏公达夏先生，夏家给我们那家三代十九，他一定会帮助你们把这古堡保护好的，就会老爷。阿妈，老爷，阿妈，你不能死。阿妈，你不能死。军部把从中国各地搜集来的珍贵文物已运到上海，此事高度机密，绝对。
氏小姐，出什么事了？东西被人抢走了。东西被人抢走了？咱们那包袱被一个小痞子给抢走了。箱子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啊。什么呀？咱们从北平带来的盘缠全都放在里面了。啊，全都没了。哎呀，那咱们再慢慢想办法吧。啊，那女婿打听的怎么样了？哎，别说了，街上的人都躲着我，谁都不搭理我。好不容易找几个人，问了他们，他们告诉我说夏先生早几年就搬走了，夏先生那栋房子也因为战争给毁了，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还说上海是什么东方巴黎，这里的人怎么净欺负我们外地人呢？小姐，走，我这儿呢还有点盘缠，咱们先找个地方租个房子先住下来，把这个宝贝藏起来，然后再慢慢找夏先生。你说总不能带着这个宝贝满世界的找夏先生，这也不方便，更不安全啊。咱们怎么这么惨呢？找这件国宝不能向大海捞针，还要顶住上海的古玩界。怎么一件宝贝到了上海，那些人不会不知道的。我在上海有个朋友叫夏公达，他是上海有名的收藏家，对文物市场非常了解，有必要的话请他出来帮帮忙，搜查这件宋代瓷器的任务就交给宪兵队和直属机构吧。嗨，大总阁下，我马上就去安排。等等，你们还要特别注意上海的当铺和珠宝店，那些清朝的贵族和旗人已经今日不同往昔了，有很多人靠变卖家产和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那两个旗人匆匆来到上海，我想他们的身上未必宽裕，也许就会出现在那种地方。请您放心，我会布置人手对那些地方进行严密监视。对不起，山田先生，我失陪了，我去去就来。好，请。怎么回事？你这个老东西，不要命了？滚！这个静安寺路甲198号不是卖给日本人了吗？你还敢拿出来出租骗人？你不要命了？这个年头，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啊，咱们呢？到外地了，把这院子便宜点租出去，然后拿着钱躲到乡里去，谁找着咱们呢？哎，小姐，这个租房启事你觉得怎么样啊？啊，看起来不错。我给阿拉走好运啊！怎么样啊？这是让你们捡了便宜了。我这房子已经早被人订了，现在刚巧有半个月的空档，不然的话，就你们那点钱，那打死我也不会租给你们的。你真的是房东吗？拿房起来我看一下。哎，你这阿婆也太认真了，谁带着房去满街跑啊？哎，你出门就问问啊，这条大街上谁不认识我呀？俺们就是房东啊，我就是房主啊，就住在这条街上，吃的就是这碗饭，你就放100个心吧啊。不过到了下个月你们可得保证离开这儿。用不了半个月我们就会走的。那好，那就成交了，付钱吗？哎，好的，给你。
山田先生。啊啊，雪红啊，你的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谢谢。那你们先聊。阿燕，曹邦的，他怎么跟我说他叫沙曼娜呢？嗯，去盯着那个女人。是。那个空党分子陈冰霞交代了没有？此人非常顽固，我们动用了各种手段，他就是死不开口。阿甘，一群饭桶。嘿。让他们多动动脑子，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哎，还有，准备安排吉田教授在静安寺路甲198号住下，您还要不要亲自去看看？吉田教授此次来上海，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使命，他的安全很重要，我必须亲自去看看。我可能暴露了，现在就动手。小姐，你说这么大的房子租金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个陷阱呢？这能有什么陷阱啊？人总不会害咱们吧？别瞎想了，到时候找个地方把这东西藏起来。嗯。慧茂，东西放这儿安全吗？放心吧，小偷都想不到放这儿。慧茂，你说咱们的盘缠也被抢了，要是再找不到那个夏公达，那可怎么办呀？小姐，别着急啊，既然咱们房子已经租好了，干脆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下。我呢还有点东西，先上街找个当铺换点钱。慧茂，我们一块去吧。哎，好的。哎，黄包车，来，小姐。
问吗？你也上来吧。不了。哎呀，快上来，这又不是在家里，哪那么多讲究啊。太君，这边请。静安寺路甲198号。太君，这边请。田路。大佐阁下，这个院子原本是一个犹太商人的住所，后来我们通过他把这个院子买了下来。房子很好，大大的便宜啊。这个地方选得不错，很幽静。也很安全。哟西，特别是二楼还有间日式套房，可以让吉田教授夫妇住得习惯点。上去看看。嗨。嗯。大佐阁下，这个房间准备做吉田教授的办公室。好。嗯，很好。我们弄到的许多文物都要运到这里，让吉田教授在这里鉴定。为了安全起见，要给这个屋子安上一道铁门。嗨。报告，大佐阁下。我已联络到夏公大先生，他说不去宪兵队，会在古玩店等着您。等把这里收拾一下，再把齐天教授的夫人接过来。嗨，开路。我说涂老板呐，你得给我好好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宋代的还是清代的呀？你这个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从哪儿弄的重要吗？你弄这个东西是送日本人吧？你这都看了半天了。也得透露个一句半句的，这我真说不好啊！啊，这，哎，别家，您都不好说，这大上海还有谁能好说的呢？你还别说，还真有那么一个人。谁啊？你告诉我，我去找找他。这个人是我们上海滩古董界的顶尖高手，他叫夏公达，古董造诣极高。那快把他请过来呀！你这种人呐，他根本就不会见的。哎，说了也巧了，一会儿啊，他马上就要到我店里来，说是约了什么人。夏先生到了。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你小子警醒点啊，有请。哎，哎，先生您请。让它流淌在心中。
心中依然涌动爱，永远是美丽的风景，让它流淌在心中。